少有的大胜利，这次胜利，赤坂军鞠躬致威，不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。司令客气了。<笑>有了赤坂军的加盟，朝阳城一带的抗日力量很快将会灰飞烟灭。 捣毁几个抗日分子和地下联络站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是，为了我帝国的圣战，我们应该尽快消灭新四军。司令，我已经查到了新四军第26团所藏匿的位置，我想带着特战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哈哈哈哈哈！日本军难得有如此大的信心。 好，我当军，你带一个大队，另外加上皇协军，协助赤坂军。不，司令，我想一个特战队，加上熟悉地形的皇协军，就足够了。你赤坂，不要以为你破获了共党的地下联络站，就大言不惭。新四军的26团。 那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。要知道，他们可是个正规团，而你的特战队就十几个人，加上侦缉队，也不到40人吧。如果真的要大部队出动，那新四军不会没有察觉的。司令，既然是偷袭，那就应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放心，我这次一定完成任务。 我完不成任务的话，我愿意以军发处置。佐藤君，我敢立军令状，你敢吗？好，你要是真能你那十几个人破了26团的团部，我切腹赔罪。<笑>
清楚了，新四军就一团部机关，今儿晚上就一个警卫排，六神不到，就在后门石桥村驻扎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定在今天晚上两点钟开始行动，因为这个时间正是他们疏于防卫的时候。师爷，你赶紧带着人马去堵住他们的所有交通要道。学员，你带几个人去端掉他们的警卫团。嗨，我负责搞定他们的警卫团长。要不要？就这么定了。啊，一营负责打主攻，在山谷前面埋伏。二营挡诱饵，把鬼子往山口里边引。三营负责扎口袋，等鬼子进了我们的口袋阵，狠狠地打。哎，是，团长。我说这好事怎么都是一营的？哎，怎么着？你小子有意见？我当然有意见了。哎，行行行，邓大了胜仗，少不了你的功劳。